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相信小伙伴们在炎热的夏季最大的享受莫过于整天赖在空调房里上网看电视了吧。然而空调所消耗的电量可是比手机电视要多得多的，因此不少小伙伴为了省电会选择将空调的温度调高，有的时候甚至会直接将空调关掉，转而用风扇消暑。然而在意大利却有这样两个设计师，因交不起空调电费而自己做了一款超级节能的小空调。说是空调，其实就是一个小盒子，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小盒子，其功能却堪比空调，甚至比空调还要实用很多。这款降温盒子名为 Jarrier， 是由木质的底座、带风扇的盖子以及特制的雪种共同组成的，使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在使用前先将盛放雪种的小袋子放冰箱冻起来，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把冻好的雪种放入底座，然后盖上盖子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吹出来的凉气清新提神，还可以在盒子里加入香草一类的香料。据了解，这款降温盒子的制冷范围可达 1.2 米，而且是360度无死角的制冷，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这个盒子可以随意摆放在家里的任何地方，只要在它的制冷范围内就可以感受到凉气，并且它的功耗也是非常低的，一小时的电费只有7分钱。不仅如此，这款降温盒子还自带电池，通过 USB 接口充电一次就能连续使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怎么样，小伙伴们有没有兴趣买一个来感受一下呢？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